如果廉价能够占领市场，夏利早就打败奔驰。无论哪个行业，现在专业的越来越贵。如果你问到的价格很便宜，先别高兴太早，不是你捡到便宜了，很有可能是你被新人练手了。扎心吧，做生意啊，品质决定一切。如果你是一名老